家好，我是立夏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，和我一起来享受园艺的乐趣吧。先来蔬果区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采收的。这一个水果黄瓜好大喽，可以把它给摘了。这一盆水果黄瓜给它施了肥之后，大家看，黄瓜已经，这个小黄瓜已经不会再黄了，而且长得还比较健壮哦，密密麻麻的全部都是。所以这种结果类的蔬菜，如果想要它产量高的话，肥一定要管够，毕竟盆栽营养有限。这个草莓也有好几个红了，可以摘喽。这个草莓虽然好小，但是真的很甜哦，可能也是营养不是很充足。哇，这个还挺大的，哇，通红的，很漂亮很漂亮。